用三个词形容自己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帅、狠、酷。你能背起后面的成员吗？三二一，开始。可以。觉得自己哪里最好看？眼睛、鼻子、嘴、脸，浑身都很好看。浑身都最美艳。现在想对韩语说的话是什么？我觉得你这个队长当得特别的好，然后希望以后能够带着哥哥弟弟们，好好练习吧。安利一下子豪。我们的子豪呢，他首先呢他是一个学霸，再其次啊，看他跳舞呢，完全是一种享受啊，卡点完全卡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弦上，你不亏，来吧。请你马上说出三个韩语的优点。长得高，长得帅，然后很善良。唱出现在的情绪是什么？ Very happy。 想做的最疯狂的事情是？就是各种极限运动，什么跳伞啊、速降啊，然后各种冲浪啊，我的最爱。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，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啊，我都让我舞蹈 freestyle 啊，你先来吧。你来呀。我不擅长。可爱就完了。我可以走了吗？你的可爱到此结束了是吧？可爱结束了。汪汪。最杀人的三个舞蹈动作，一个。还有第二个。来了，这个舞蹈我不会跳，可以请出我的黑骑士吗？这怎么跳啊？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？下跳了啊！我下跳了。可能看不出来啊，看不见，从外面看不到。谢谢你改小雨啊。